被指定到两个人就要接吻。为什么？事不过三，没听过啊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嗯，叔，总经理，怎样？小可爱。我是 K， 你们都先不要看。我来想一下，二跟六，没我的事。怎么会没我的事？要是被抽到的是我跟总经理的话，也是不错的。哎呦，真可惜，怎么不是我呢？哇，剩下的都是男生呢，刺激了。嗯，八卦杂志哦？没有，我们在自拍啊。So beautiful.